属猪的朋友，相对这个鸡呢来讲，第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依马性很强，就是常常要旅游啊，常常动，或是改行，或是搬房子，都是代表动。还有呢，属猪的朋友今年福星临门，就是逢凶化吉，是个不错的一年。所以要是你做灵性的行业了，啊，哲学家了，宗教家，还有教书的，也是个非常理想。不过呢，这个猪也犯了一个孤独星，所以今年呢，就情缘比较薄，就反为倾向那个灵性的修养。